宋老板，导演，可不可不要这么样徘徊在目光内，你会察觉到我根本寂寞难耐，即使千多百个深夜曾在梦境外，我又吻过你，这毕竟并没存在。人声车声开始消过世，无声挣扎有个情感奴隶，是我多么的想走，但我偏偏只得无尽叹慰。乜你认为我会中意啲咁嘅嘢？宋老板，唔系样样嘢都有价嘅，我净系中意啲有耐性男人。坦白讲，我系爱你，但系我更加爱权成。不是被人说是只狐狸精，就是拆散人的家庭，其他我们还没结婚，你没有资格管我。即使千多百个心愿曾在梦境外，我又吻过你，这毕竟并不存在。人声车声开始消和逝，无声挣扎有个情感奴隶，是我多么的想他，但我偏偏只得无尽叹慰。